大家好，我们是 Boy Story。你们是第一次来新址录节目吗？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央视的新大楼，之前也来央视录过很多的节目。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们还很小，这次来也是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去年也有来过一次，然后非常亲切吧。为了本次录制做了哪些准备？我们为了这次录制呢，然后特意就是准备了一首新的歌曲，叫《少年感》，改了一下队形什么的，然后为了让整体的效果更好一些，把我的 part 的高音练了很多遍，上了很多音乐课。我们在音乐课上面都是花大量时间去，老师对我们进行指导，然后私下我们也有花很多时间练习，然后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种类型的歌曲吧，做了挺多准备的吧。辛苦了，录制结束了，期待你们下一次的精彩表演。结束了。结束了。